乐学堂。姐姐姐姐，你上次飞行棋比赛是不是赢了呀？是呀是呀，你也想找金妮姐姐去玩吗？是的呀，我也好想玩啊。那我带你去找她吧。好啊好啊，走吧。嘿，嗨，佩奇乔治，欢迎你们来我这里。嗨，姐姐姐姐，我今天又来挑战你飞行棋哦。没问题，欢迎挑战哦。这次我换了新的月球飞行棋轨道，让我们从起点赶快开始吧。 Go， 棒棒，站到起点。哇哦，同样呢，也是让乔治先开始，每次三次。会，一三，一共是五步。乔治先走吧，一二三四五。哦哦，后退一格。好了，该晶晶姐姐喽。一二，咦，二，小心哦，乔治。四八，八步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哇哦，接下来呢，该乔治了。六五，哎，二，一共十三步。乔治，乔治，快走吧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在这里，呼，站稳喽，该我喽。一三一，为什么我只能走五步了？我的惩罚是后退五格，为什么？那我相当于一步都没有走啊。接下来呢，到乔治的机会了。二五五，一共是十二步。哇，乔治可以再掷一次哎！哇塞，今天乔治的运气真是很不错哎！一步，好了，接下来该我喽，该我喽。嗯，怎么又是一呢？二四，一二四是七步哦。接下来呢，该乔治了，是二哦。一，乔治要走四步，到我了。哦，我已经拖了很久了。四三四十二，我要走十二步。十二的奖励是前进两格，又有一奖励，再掷一次，我还有一次机会哦。六，哇！接下来到乔治喽。五三五，哇，十三步哎。十三的奖励是再投一次，天呀，乔治今天好像要赢喽。四步前进一格，哇，该我了，又拉开了这么长的距离耶。到我了，到我了。三一四，八步该乔治喽，快快快，已经快要到一半了呢。六二二，十步哎。十次的奖励是再掷一次，天哪，乔治你今天太厉害了吧。两步，一二四五，四是十三步，我到这里啦。接下来呢，又到乔治了。乔治呢，还有一个弧形就要到终点了，晶晶姐姐得赶紧追上他。五六四，十五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还要前进一个。天呀，晶晶姐姐快要输啦，我要加把劲哦。后三五十三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该乔治喽。乔治还有一二三四五六六步。嗯，他赢定了，对不对？三步，一下
上下六步诶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帮忙！乔治提前到达终点，晶晶姐姐呢，离他还有很多个格子。今天呢，也是乔治赢得了比赛。哎呦，晶晶姐姐玩飞行棋好像真的不厉害耶。朋友们，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告诉我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